雄雄在梦中来行醒，流着清汗，甲伤心泪，懵懂彼时，当阮的袂跳落去，才知影是行着险。路底过日子，浪子的命可比流星，不知何时会来消失在天边。想要回头，提出勇气。一途无了时，浪子的命可比流星，不知何时会来消失在天边。想要回头。你到那里管哦？国王的城堡，罗马是居高临下啊。切！哇！想袂到你国王的城堡内底，阁遐尔侪花花草草哦。啊，这花哪会生到这形的啊？那不是花，这哦是韭菜，边仔迄个是辣椒啦。哦。哎，啊，你的衫裤哪还袂收啦？等下路是袂安怎，我替你收。哎，我。哇，哎，你这衫裤足潮的呢，啊，哪会这么趣味啊？顶个搁写鱼跃龙门，哪那么快你穿过？我的内在美啦！行啦，咱来开房间。哎，你在讲啥？你话讲清楚啊！啥物开房间啦？切！国王的房间就干安尼尔哦。什么干安尼？这哦是坐拥黄金地段呢，啊，不过厝租只要加去一半啦，食衣住行拢会当轻松解决。会当讲哦，我生活中所需的一切拢伫遮。你真简单，就满足啊！当然啦，我这个小天地啊，优点足多啦。热天的时阵哦，都是一个蒸笼，你拢唔免去三温暖。寒天的时阵呢，蚊也会自动寒死。啊，都缺点哦，就是有时阵会有小强啊！对的啦！我骗你啦！金勇真的很不贱呢！哇，哎，我看你这是暴力狂啦，哎！我是看你哦，受过紧张啊，唔才会讲生笑，你放较轻松咧。好啦，会当困啊啦。哎，这眠床上细顶，两个人困袂落啦。干咩？啊，正常大家是一对小情侣呢，因逐工拢嘛是抱咧做伙困。我无要甲你抱咧做伙困哦。我滚涂骹就好啊！我知道啦，我才袂让你吃我的豆干咧。我要来去我的天台露营啊，
享受星空，还有大自然的虫鸣鸟叫。阿爹啊，等下我会把门反锁了，你唔免烦恼，讲你困去了，我会偷偷走你啦，啊？我知你做君子的啦，晚安。晚安，赶快躺好躺满。哎，金教练，你的眠床哪会这么重啊？干妹啊，虽然我这个眠床哦，不是独立桶，嘛不是乳胶床垫，啊，不过比什么拢较舒适呢，因为啊，有我的气味。你起来先，我看看。哦，我靠！原来哦，我也不要来别家啦，不怪我拢找无。啊，你逐天拢到这差不多做要困哦。无感觉啊，是讲哦，你真正袂衰咧，童话故事内底豌豆公主呢？啊，眠床下骹有啥物豆啊，还是米哦？你倒来就知啦，啊。我着有强迫症啊。好来，你紧困啦，超过12点啊。再说一次，晚安。哎，金教练，搁有啥物代志啊？但我想讲，我困袂去。安尼哦。哎，你搁想要创啥？替你扎光啊。啊？骗你的啦，开关伫遐啦，吼。好啦，紧困啦，晚安。我哪会困伫咧金教练的眠床顶？这代志到底是安怎发生的？竟然有这款的代志，阮家第一届有查囡仔来住咧。要去相亲的时阵，我敢若是想到伊，脚就会自动行。当我发现我落跑的时阵，人就一直伫咧健身房啊。伊实在有够爽啦，要唔过很搞笑，有点娇又不会太娇，跟我拄过查某囡仔拢无共哩。哎，卖再想我啦，再想我就真正天光啊。哎，好困啊，较早困较有眠啊。